还有就是说我们常出现的问题啊，就是说如果我睡上，然后突然他吸不上来了，那我们可能就是我们气压不足了嘛。嗯，啊，我们气压也不足了，我们可以停止个几秒钟，然后再启动，然后他给他一个冲压的过程啊，这样的话继续也会继续工作。别的就是说我如果这个产品如果要是放在上面，或者是没有产品的话，它一直在工作，只要电源一打开，它会一直啪啪啪一直在工作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这放大器，它这个感应灯，第二个是下面这个感应灯会不会亮啊？如果它一直亮的话，它会一直工作。如果一直亮的话，等一下，它如果要是感应到别的东西，或者说它这个感应灯。它只要是亮，它一直亮，它就会。气压。好。气压关上了吗？那现在怎么了？加下压。现在给加下压，然后的话演示一下。上链气缸，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。加一个这个调那个加长的，我们现在把这个脚也加一个这个调节的调节位置的。我把螺丝松了。你把这个管拔掉。管拔掉，气管拔掉。我把上面螺丝。上面的螺丝拆下来，然后整体拿下来。然后怎把那个板夹在上面下面都可以是吧？因为这两个槽的话是对应着前面这两压轮的，然后这个前面没有压轮，所以这个没关系的，要不然的话就是要注意，所以到时候调节的时候要看的。找个螺丝。再找下螺丝。